你看我，看你的菜。你心病吗？手都快烧干了。在重庆做菜那次，我就感觉咱们俩好像才是一家人。原来这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命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，要不然你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。我老婆说的有道理，在重庆只有小夏一个人知，没想到到了上海更是展不开手脚，连陈金旺都被他们软禁了。他们两个还不知道你给日本人干活吧？就怕早晚连累他们。早回来了。哎，出门啊？啊，去哪？要去复诊。我陪你吧。不用，你在家做饭吧。我也没事，我陪你吧。真不用。建哥，建哥，怎么了？快跟我走，大皮爷家里出事情了！快快快快快！出什么事情了？送安吧。你快去。自己休息。放心。这位太太，请问您是抓药呢还是看病呢？听说你们这的温大夫专治久咳不止的肺热症。您先这边坐吧。太太，您来的可真不巧，温大夫今天休诊。是吗？可是温大夫说下午3点他会在店里，让我来早了可以先等他。这边请。